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现在我们修一台这个美的的电压力锅。这个电压力锅的问题是烧不开水，然后就跳到保温了。现在已经打开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压力开关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调到二极管档，然后量一下这两个角，不导通，这个压力开关有问题。我们把这个拆下来，这个坏的已经拆下来了，看到了吧，这触点氧化的挺厉害，都氧化了。这个我们换一个新的，把这个我们给它装上。这个新的压力开关换上以后，我们试一下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烧点水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好了，现在这台美的电压力锅已经修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